最近我们也看到了网上的一些发生的一些状况，用一个这个词儿呢，网络上的词叫网暴，网暴啊，其实我想说这个网暴这个词儿啊，其实不是新的，我记得当年，我自己本人，包括阿联，也老包括很多的去海外的一些球员，包括还有这个像最近的张镇麟，还有我们的胡明轩，包括。还有我们以前的教练员一些事儿，都碰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。在这儿呢，我也算是对代表我们协会表个态吧。我觉得，篮球场内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们去面对，打得好，打得不好，我们都去面对。但是我们永远是去支持我们的运动员，也感谢我们的运动员为国出战的。对社会上看到这些东西，对于我们那种技术上的篮球方面的这些。指正我们都是欢迎的，但是确实有些东西超过篮球了，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赞同的，我们是不赞同的，我们也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球员去维护他们自己利益，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去提供一切所必要的、所需要的，我们能够提供的一些支持。